大家好，绳子对接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得到，但是针对这种粗细不一样的绳子，就不是很容易对接，有时候对接不好，在使用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划开，存在一些安全隐患。今天和大家分享这种方法，专门针对粗细绳的对接，对接好的绳子特别结实。首先，我们将粗的这根绳子，折一下，再将细的这根绳子从下方穿上来，在这个绳耳上方绕个3、4圈、4、5圈都可以。绕的时候，绕完以后，这个绳头稍微多留一点，防止划开。这样对接好的绳子越拉越紧。如果说要拉更大的重力，承受更大重力的情况下，在粗的绳子这一边再打一个结。这样大大提高了绳子的使用安全性。好的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、收藏一下。